帮你养，王琦你加油。好，这样可以。可以，你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？台湾人，你是台湾人。是台湾狗还是中国狗？哪一个？你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？台湾人，你是台湾人啊？想都不想。你跟爸爸说，姐姐偷吃你的肉干。滚！赢了。来，你干嘛吃那肉干呢？给他。喂，你想吃花生吗？想吃花生的话，要剪指甲。要剪指甲。你跟爸爸说，姐姐偷吃你的肉干。赢了。来，你干嘛吃那肉干呢？给他。嗯。你们谁要？谁要洗澡？谁要剪指甲？谁？去帮爸爸脱袜子。来，那有没有脚开开的嘞？撞了。好乖。要吃臭臭锅的话，抓这里；要吃饭饭的话，抓这里。想吃什么？选一个。卖了，那有没有脚开开的嘞？撞了。